实我一开始也没有打算要敲那么一下，我想说只要做到那个手发抖，情绪就 OK。可是导演一直没有喊，我就想怎么办？我怎么一直抖下去？我到最后就直接啪。我们接触的时候，只知道说他躁郁症啊，他单亲，黄阿西住十楼，杨阿和住五楼，我就故意让他们串联起来，个案辅导个案。这十年来，我所有的个案都是这个，几乎都是这个精神的、啊，忧郁症、躁郁症的，生癌症的，什么通通都是这个。我说我很有福报，我通通接到这种个案，啊，也引发我。把我的故事讲给案主听，让他们以我为例。